但其實呢出戲咧，呢位導演咧，其實都好中意用一啲真真正正嘅模型啊拍出嚟嘅。呢、這個就係個船個樣啦，其實真真正係做咗出嚟噶，係有真真正做出嚟咩意思啊？模型嚟嘅。哦，係喎，係拍嘅時候咧係有咁大隻模型做過出嚟嘅。咁、除咗喺野外啦，喺廠裏邊都有啦。電影裏面提到有樣嘢叫沙漠化，咁啊叫 desertification。咁系乜嘢原因之下会出现一啲咁样嘅情况嘅咧？其实咧，沙漠化呢样嘢咧，如果真系讲最乜嘢咧，其实本身个地球存在嘅，纯粹系同嗰个陆地嘅位置有关系嘅啫。所想问你嘅系咧，究竟虫洞咧会唔会系天然形成嘅咧，定系一定要系人造嘅咧？嗱，咁嘅根本系一个理论上。可能會存在的東西來的、你要說是怎樣形成呢，即是你說如果用人力呢，你要去真的做出來呢、牽涉的能量很大啦、如果大家有看報紙，即是看以前的新聞呢，土星木星那個附近曾經試過是有些巨型 UFO 的，是它裏面其中的 Hidden Message 真 是反映那件事的、你覺得跟這個你收到的消息入面嗰只船，究竟嗰个相似程度有几高呢？啊，嗰啲只嘢靓好多喎，靓好多啊！你真嗰啲靓好多、啊。佢呢只好有，嗰啲电影效果，所以靓好多啊，好有时代感啊！哦，电影嗰个靓好多、啊。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内容，就上 MJ13show.com 以65蚊三个月订阅节目重温啊！